散乱心念佛是否可以往生？散乱心念佛里面具足信愿可以往生，啊，这是决定的，也是偶遇大师给我们开示的，也是印光大师给我们开示的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念佛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，啊，能够做到功夫成片当然更好，往生品位会高。但是做不到功夫成片，具足信愿、散乱心也能往生。